今年夫人从二零一四又连开始，那年是我担任国际夫人总社的社长，开始有这个夫人日的活动。一直到现在，连续七年，七位总社社长都认为这个活动是对夫人社、最有意义、可以团结所有的社友，加强这个活动。经过这七年，我倒是也各国都参加过。和我今天有一个感受，发现我们三十八二地区的总监夫人看到的夫人，请你们两个站起来一下，做起来，格外请注意啊！今天我们的总监已经换了四套衣服了，从国王、皇后到这个财神爷，然后到现在穿的这个 总监夫人，然后到现在穿的这个Emporio的这个鞋子，还有他今年的做法，我们看到司仪两位司仪的这个衣服，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位设计的，他没有把年份放在里面，他让大家每一年都能够穿，这个就是大家庭、大家长的观念是对不对？对。给我们总监一个热烈的掌声，肯定一下好不好？总监夫人，在。皇后，在。三四八二地区，在。祝大会成功，祝各位新配点工花名春红，家门无风，福耀天空。谢谢我们永远家楼武后的PRIP Gary，我们的秘书长 Clement， 还有我们的秘书长 Clement，还有我尊敬的夫人，那谢谢大家各位互动伙伴，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想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我就来看窗外，结果台上好，所以代表我们的所有的努力。 今天应该会有一个成果。我今天各位有没有看到我脚上穿的是 Emporio， 跟我们的 Gary PIP 他穿的 Emporio 是一样哈。虽然夫人家庭日，我那时候也拜托我们 CP 出席，我们要在一个户外，要把夫人的家庭带进来，要把夫人的第二代带进来，要把我们 夫人所有的活动，让外面人知道，所以我们今天选择这个地区。或许今天的天气不尽然美，完美，可是我想我们的夫人的热情一点都没有浇熄。大家说对不对啊？对。所以我想有那个好的一个开始。我想今年呢，从五月份的疫情到现在， 我要谢谢所有的夫人伙伴的相挺、支持与投入，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不用做很多防疫的工作。
而且可以很紧密的在一起。其实人跟人的在一起要有亲自 in person 才会有温度，所以希望今天我们所有的福伦伙伴在这里都可以感受到福伦的友谊、福伦的热度、福伦的鼓舞的精神。最后呢，我要在这里谢谢 CP Sushi 所带领所有的团队这一阵子来的努力，我们是不是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谢谢大家。而今天家庭日的活动便是要为大家创造一个充满创意、活力、甜蜜、幸福滋味的巧克力缤纷乐园，希望带给现场的每个家庭无限欢乐的回忆。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精彩，都有超高人气的 cosplay 比赛评选，得奖者将刊登在于总监期刊上。委员会号召了43个爱心服务或义卖摊位，提供大家在园游会中寻宝。福伦活动总不忘健康还做爱心，所以今天尚有福伦人广施济众的捐血活动、预防吸肝的推广，并邀请国内知名元培科大来帮大家做视力检测。虽然疫情已趋缓，但变种病毒仍持续，打了疫苗的舍友宝眷们在本日丰富的吃喝玩乐活动中仍需要戴好口罩、勤洗手，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今天的活动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结束。 Frank 总监和 Susie 将陪同大家一起分享假日的好心情，除了散播缤纷的巧克力，也散播甜蜜幸福的爱给大家。苏喜要再次感谢大家今天永远带着家人朋友莅临巧克力缤纷的派对，用行动支持福伦家庭日的活动。祝各社社运昌隆，大家健康平安，事事如意，有个美好充实的一天。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壮给我们的董事长，我们的元培医事科技大学，再次的感谢大家。我们元培医事科技大学来办理这个活动，我今天有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刚刚世仪介绍的，我是一个比较资深的福伦人，我从蓬莱社转到西城社，我是西城社的社友，我是 campus。我在学校担任元培医师科技大学的董事长，他们告诉我说有这个活动，希望我来支持一下，那非常的高兴。今天在我的左手边有我们元培医师科技大学的视光系，我想北台湾第一所4年制的大学生的视光系是在我们元培医师科技大学设立的。台湾国际福伦社3482DG Frank 总监，福伦社的全体社友，大家早安。我是青森县苹果对策协会，会长，毕姓家庄，开导老师。本次通过台北西市福伦社的协助，也将是本次福伦家庭日豪资的青森苹果。花了相当的久，从他精心打扮，就是我们的露比第一名。恭喜我们神力女超人，果然神力无比，神勇无比。Super Idol 的笑容，都美丽的甜美，主的阳光，都美丽遥远。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纯的真水。Thank you.
掌声鼓励鼓励。我的好朋友，我是吴思瑶。今天早上看到下雨，我就很紧张，想说大家贵州都传贺啊，会不会贵州海了了？还好太阳露脸了，让我们活动越来越有热情。现场已经倒点滚滚，是我一个一个摊位去跟所有的朋友打招呼，感受到大家的热情。这位是灰姑娘吗？是我的灰姑娘。我也应当 cosplay 一下，我可以 cosplay 什么？白雪公主借我演一下。好，太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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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黑熊，欢迎可以一起舞动，对，欢迎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舞动。多了，他们随便一骗，只要一通电话，可能就是骗了你们几百万。这个 CP 继续说 Hello baby love you come on baby don't you want to know back in the same old place气球小公主带到前面来，谢谢。来来来来来，好了吗？来，中间十八岁的全部蹲下，因为你们太高了，你们已经把后面的长官都挡掉了。好，看起来后面的长官直接站起来了。那个 PDG 不好意思啊，还是要请你们站起来了。看不到，这边看不到，到哪里？那个社长，你太高了。好了没？好了没？好了，哎，来来来来来，东东往前哈，露出你们的可爱，来牵你一下哈。还没有开始之前，口罩给我拿下来，嘴巴不要打开，弄一下你们的头发。